生命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叫人生；当幻想开始的时候，我不了解什么叫创作。我却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觉，于是石头也有了色彩和音律，而创作的欲望却像心里的一座火山，燃烧成我不断的作品，迸落成歌。18岁吧，我就开始尝试作词谱曲。大概在6年前，我才发表了第一首作品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对人世间的情感有着挣脱不了的迷惑和负担，我只有毫不掩饰地把它记录下来。好多人唱过，唱过很多遍，可是我觉得现在一唱，还是让我想到读书的那个当学生的心情。我不是啊，
那不是。你忘了我重考那年，我的大三联考的时候还是你去陪考的。你搞错了，那也是一种学生，那是重考生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录音间第一次听到你试唱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真的蛮震撼的。我就想说，哎，就是这个声音，就是这个声音，这声音真的就像我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声音。讲到那个试唱啊，我觉得很奇怪呀，因为那天试唱的人也很多，唱这首歌的好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把那个拍子唱得比较快，可是我对这首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我那时候觉得这歌怎么，应该是有一点无奈的感觉啊，所以可能我声音也比较低了。不过我觉得很惊讶，你知道，因为有一个，这算是知音啊，也算很有缘分，就是你对我的声音这么有感觉，我也很感动。这个好的歌曲啊，真的是很难得，因为这是一种才分，也是一种灵感。不过像我们合作这么久，我常常在电视上，还有像一般餐厅夜总会，常常看很多人都在唱你的歌，你感觉怎么？我的歌你有没有弄错？你的歌？哦啊，那个是我们的歌。我们的歌。对，我们的歌。